姑娘，嗯，你跟羽皇陛下是怎么认识的？这个啊，就说来话长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见他呀？陛下现在应该在处理政务吧？怎么，这么一会儿不见，你就想他了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我才不想他呢。丰帖义这个人。 又霸道又粗鲁，独断专横，还从来不听别人意见，简直讨厌至极。既然你能直呼羽皇陛下的姓名，想必和他关系不一般。都说这女人啊，口不对心，嘴上说着讨厌，这心里啊可喜欢的很哦。不许胡说，我早就有喜欢的人了。 真的，只可惜，其实啊，我就是想见见丰天意，看看他的伤好了没有。他伤要是好了，我也就该回去了。到了晚饭时分，陛下自然会找你。我听说他在南梦亭预备了小宴，准备为你接风呢。真的？嗯，那。 你陪我一起去吧。我，嗯，你是我的贴身宫女，当然要陪着我了。而且，你看这偌大的皇宫，除了丰天意这个羽皇，我谁也不认识。有你在，我会安心一些的。嗯，既然你想让我去，那我就去吧。 雪素，你还有什么话讲？启禀陛下，微臣冤枉啊！无论是兴修水利，还是修建栈道，微臣都是兢兢业业、克勤克俭，从未有收受贿赂、靡费公堂之事。还望陛下明察呀！明察？未央区工程历时3年，耗费财力无数。你未央区这个名字给我起得好啊！ 你是打算给我未央到什么时候？负责工程的贺谦、贺奔两兄弟，跟你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他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，光是收到的弹劾就有几十本奏折之多。这些事情跟你都没有关系吗？你告诉我你是冤枉的，微臣知错，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呀！ 启禀陛下，堂兄天性纯良，易受小人蒙蔽。臣请陛下看在臣的面子上，从轻发落吧。哼，雪大人说笑了。自古以来，朝堂上只有君和臣，没有兄和弟。不过雪大人功勋卓著，我倒是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。 免了雪素株连九族之罪，只把他一个人拖出去斩了。是，陛下饶命！恭送陛下。说好了，易姑娘，多谢。见过易姑娘，羽皇陛下有命，要易姑娘前去南梦亭小聚。好，请。小雪，小雪，小雪。
恕奴婢冒昧，敢问这位小雪姑娘是何人啊？小雪是我清信堂的婢女，你不知道吗？清信堂的婢女都是以亲子打头，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小雪啊。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姑娘赶紧随我前去吧。请。终于见到你了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不急，坐。你穿我们羽族的衣服真好看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不过羽族的食物呢，你就不一定吃得惯了。还好我特意亲手为你做了这个。干什么？小雪，是你。我说怎么到处找不到你呢？原来你是去准备舞蹈啦。你们认识？南雨都有谁不认识飞霜郡主？倒是这位姑娘，你叫什么来着？这宫里女人太多，我实在记不过来。你是郡主？可是你……天意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还担心这新城阁的学业繁忙，你连二十岁斩衣礼都赶不回来了。你不在的日子，我天天练习这铜鸾之舞，就等着你二十岁斩衣礼的时候跟你一起跳呢。你可是为了雪素的事情而来？雪素？她仗着自己是雪家的人，成日花天酒地，不问正事，哥哥早就看得不顺眼了。天意，你替我们雪家惩治了她，可是要讨我一声谢谢。不过你我自小青梅竹马一起长的，这蟹子自是不必了。天意，你吃的是什么？生切十二品吗？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这生切十二品啊，还有一个名字，叫做鸾凤和鸣，是我的拿手好菜，天意最爱吃的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跟叶姑娘开玩笑呢，你看，你都当真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吗？该是你教我编法了，咱们走吧。我现在在和易福灵吃饭。可是你从来都不吃热食的，我们羽族都不吃热食。人是会变的，就好像你的堂兄雪素，先皇在世的时候他也曾经是南羽都的肱骨之臣。原来你是介意这个，算了，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我下次再来找你。伤怎么样了？哎，告诉我为什么你的脑袋还长在脖子上？说。微臣参见陛下。启禀陛下，宽恕雪大人，是摄政王的意思。你再说一遍。摄政王有令，雪大人不能斩。
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我羽皇说了算，还是我那敬爱的叔叔说了算？陛下，陛下，是微臣不敬。先皇留下的遗诏是，在您20岁战衣飞翔之前，涉及到军政大事，需交由摄政王定夺。我斩一个贪官也算军政大事吗？其实，何为军政大事本身就足以是一件军政大事了。见此牌，如见摄政王亲临。灵儿，这里危险，快跟我走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天意的伤还没好呢。封天意，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总之，我不能走就是了。快跟我走。放开，鞋，是我爹的鞋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你杀了我爹。别过来，天意，天意，你知不知道你破坏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只是此间的音乐真的好听。是吗？传说一代妖后喜欢以猎伯之身为音乐取乐，后人恼他红颜误国。不过我倒觉得这爱好有趣得很。你是在夸奖我吗？古人云，饮酒需讲究酒具，白酒呢当用犀牛角杯，玉露酒当用琉璃杯，而30年陈酿的状元红，自是要用古瓷杯才能品出滋味。不过啊，我觉得这些风雅事加起来，
也比不上公子以杯为琴，以水为鞋来的妙。这些杯子看似随意摆放，实则呢，按照宫商角徵羽五音规律精准计算。只是有一点我觉得不妥。哪里不妥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就好像是风吹过树林，树叶飒飒作响，这声音再好听不过了。可是突然间有一片叶子掉了下来，我知道了，是这个。这个杯上有裂痕。怎么会？本我的杯子可都是一等一的货色。你看，细微至此，连看都不一定能看出来，何况用听。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，什么细微的声音都逃不过我的耳朵。哎，你不是精通音律之人吗？怎么以前都没有发现？我们羽族曾经有一位公主，能感知十层棉被之下的一颗珍珠。你倒有几分像的。公子过誉了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有一双灵敏的耳朵而已。明日你再来，我要你做我的耳朵。成了！呀呀呀呀呀！不行，我走错了。你这是犯了什么罪啊？要受如此刑罚？这是传说中的情人节。他就像痴缠的情人，让你片刻都不能离开。情人节是姬舒前辈发明的，怎么会落到白女皇手上？而且用起来还这么随心所欲，给林姐姐的父亲用，给你也用。你不要乱动，你解不开的。以前是解不开，
但是后来我有幸在渊海天宫里看过姬叔前辈对情人节的阐述，姬叔前辈不仅在机关术上天赋异禀，而且对男女情感也颇有一番自己的见解。这情人节分十道生门，十道死门，每一道门都环环相扣，步步杀机，每一道门都对应着一个情感发展的阶段。这第一道门是应是初见，位置在右足。爱人的初次遇见就如同暗流涌动，将脚踝处的水浮复位即可。原来你看得懂 啊？那当然了，姬叔前辈是我最崇拜的人，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能起来。有人来了，你快走。等等，等没人的时候你再来啊。一言为定。